知道今天是什么伟大的日子吗？对，母亲节，去帮妈妈按摩、捶捶背，只要是背。我们可以送一朵花给妈妈，比如说这朵郁金香。哈，郁金香？你这样应该是送康乃馨吗？今天老师有准备这个话题，想要来让同学画心目中的妈妈吧。这是谁的妈妈？长成这样子，你忍心吗？把你妈妈画成这样子？啊，是思凯的妈妈。母亲节收到这种礼物，你是我的光芒，每天指引我前往正确的道路，我一定会开心死，感动到落泪。这张是谁画的？志豪，你妈妈有这么恐怖吗？ Help， 是要跟谁求救？而且还拿一把刀子。不要吓。疼嘞，你妈妈长得这么好看，那你怎么长这么还可以拿爸爸的私房钱去帮妈妈买卫生棉哦。